来这以后，你不知道现在过到几月几号了？没想到陆经理还记得。他还挺喜欢你的。别走了，一块挣钱吧。因为我早已看淡是与非换为一谈，意外的遇见你给我相信的勇气，因为学会了伪善，也装作与我无关，坚定的忘记你。嗱，捐唔捐啫？捐就自己翻屋企啦。再见，却是遥遥无期。好久不见。